我呢度有间单车维修，咁会唔会见到一个高岭之花嚟维修？咁啊正啊！啊，咁啊，我哋而家去 Copenhagen 最出名嘅美人鱼。咁其实以前咧，我哋去呢个上海世博就见过一次噶啦。佢净系用个坚嘅运去嚟到摆，我谂真系好有诚意咁样嚟到整个佢个展馆。咁而家我哋又再同佢见面一次啦，同阿美人鱼。咁啊，佢翻翻嚟屋企。咁我一早已经知道个美人鱼好细啦，但其实美人鱼周边咧嗰啲嘅景观都系好正，值得 walk walk 嘅。嗱，呢个似阿 mini 嗰架。系咯，真系似，真系似。嗱，但系佢嗰个曲位再曲啲，呢、這个系呢、這个设计其实系更加贵嘅，因为你个脚唔使扮过去，或者扮得少啲吓。你嗰架车有另一个姊妹 sibling 嘅车，系就系个曲位曲啲嘅。嗱，喺挪威一定唔会见到呢啲咁嘅现象，就系咧啲草干嘅。我哋而家多伦多都系好鬼热。而且好鬼乾，聽講咧，今日終於有少少雨水落啦，咁所以咧，我哋翻到去嘅時候咧，我哋嘅草地已經係乾到爆，哪怕我哋嘅草地咧，其實已經好過其他。係喎，點解呢度黃嘅？點解唔夠水咯？點解挪威咁多水？點解咁大水？係啊，挪威搭水不嬲都係噶啦，係啊，我唔覺得佢個草地都會打你啦，但係佢全部都綠卜卜嘅。即係呢啲青 BB 喎，係咪先？青 BB 係正常嚟嘅，挪威嗰啲叫唔正常。所以好可愛，好靚。但係同一時間，可能亦都係解釋到點解佢個黃嘅花園係咁多花園啊！佢唔使點打理，就已經有草碧綠色啊！佢嗰啲都係綠到啦，係咯。綠到好似打你咁啊！係啊，點解㗎？即係高爾夫球場嗰啲就咁。我哋過去過馬路啊 ，M 記啊 ，Metro 啊，佢哋叫，我哋叫 Subway。我哋行呢邊 NO 啊，又係嗰個環形線啊，呢個係。而家我哋搭架車冇乜人啊，好搞笑啊！咁佢咧一係環形線啦，咁我哋去嗰個地方係叫 Old Spot 咁啊 ，Old Town Spot。不如依家冇，但因為環形線咧，原來咧佢呢度係好彩啫。啊，呢度真係多人踩單車。係呢度有架地鐵，唔係九鐵，而家都合併咗。But anyway， 啊，咁啊，仲有咧，我以為呢間乜鬼嚟啦？玻璃屋，哇，酒店嚟噶，離遠睇好型咯。咁啊，但係而家反光睇唔到太多，但係覺得佢好型。但住邊啊？佢哦，延伸落去 ，OK。佢係咪嗰度都係佢㗎？係咯，但係呢度嗱，佢整曬啲波波好型啊！離遠睇，咁呢度有間 church 啊，呢間 church 都有啲故事喎。雖然我完全唔知道，我可以吹個故事出去。嗱，佢有隻天馬，哇！真係好似依個手板俾人釘住咗陰公。天馬佢係星矢定係咩？呢個又唔知咩嚟嘅，好似人哋嗰啲薯條啊，卷卷薯條，整到好長條咁樣。我哋之前去 North Bay 中途食過，喺呢個車草出名嚇。雖然啊，直行，你都可以行嗰邊嘅，唔知有冇所謂，過咗馬路先。咁定還是喺呢、這個雷神啊，諸神的黃昏嗰度嗰個女武神，咁啊騎住只馬咁樣，跟住打輸咗俾呢個女邪神，唔知啊，佢又係咁嘅樣，哇！最新嗰集雷神簡直低 B， 啲時最近啲片全部都爛片嚟。呢幾間屋好有感慨啊！我自己睇，
因為我唔知誒睇有啲有個電影公司個片頭咧，佢成日有一排屋咁樣咧，就整到黑白，好似呢扎屋噶，好似呢扎屋噶，我噏唔出乜嘢嚟噶。我仲有呢棟屋都幾靚。呢個就是那個 Fortress 啊，外圍那個文藝復興星星型那個城堡，那些護城河，現在變成一個公園啊，以前啊戰略重地。咁我理解不到 Google 呢，它成日點錯了我的方向，而它可能是因為我那個WiFi 弱啊，或者 GPS sensor 弱啊，咁嗰啲方向點錯咗咧，然之後咧，佢係隔咗成一分鐘先 sensor 咯。咁而家佢話我喺個 location 嘅某一點，但實際上我喺另一點。你可以用我個 iPhone 嘅啫。而爭幾百米，咁幾百米爭好遠啊！喺個大 city 裏邊，你如果係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， 咁唔會錯啊，得一條路係咪？所以哇，好鬼厲害啊，豈有此理！我哋入唔入公園行過咧？即係外圍行。入咗公園就冇可能錯嘅，因為佢其實成個公園氹氹圍住佢中間個城啊。啱啲入面係個城嚟㗎。入面係城堡咯，古城堡咯。一陣間我哋都會睇下時間，都會入去城堡玩下嘅。即係睇時間嘅意思係。如果可以的話，我今天都可能會嘗試去看那個閱兵的，跟他一起操的。那如果時間不容許的時候，就不跟他一起操了。明天都還有機會，其實後天都還有機會，所以很 flexible。 這些瓦頂很 Chinese feel， 如果黃色就代表皇族了。啊，有啲特別啲嘅國旗喎，呢度有得睇，八下佢做乜嘢嘅？啊，對面成隊兵咁樣踩單車啊，一個跟一個，我唔知係咪啲街得 tour 咧，有可能係嘅。因為呢度都有啲 city tour 係拜跛嘅，係咯。如果唔係就好似我哋十一號車行到腳跛，我哋大家都跛，此跛不同彼跛。嗱，呢個護城河啊，似唔似日本嗰啲居城咧？二條城咁樣咪有條護城河嘅？佢唔係啊，咁佢冇嗰啲城啫嘛，但係其實個原理係一樣啊嘛。咁只不過佢個石門，日本嗰度就有個石門咯，咁呢度冇咯。但係呢啲喺文藝復興之後，佢嗰個防禦力嗰個土壘都係唔會輸蝕得過俾石門噶。佢裏邊個地基。起的時候 on purpose 是做得很紮實的，你的炮打埋去的時候呢，你既未必能夠攻擊到裏面的那些設施，民居可能都會爆爆的，但裏面是沒有民居的嘛，同時間它會射了一些力呢，你打啲炮埋去起不到太大作用，而且它會相對地容易地修補到啊！呢度個海灣啊，咁啊避風港，中意嘅可以揚帆出海，好正啊！呢度好明顯係旅遊勝地啦，你睇有呢個卡食嘅 Copenhagen 嘅 Hop On Hop Off 啊！咦，佢個牌真係 man 㗎嘛？咦，冇污名嘅，
係有冇 lady 有個皇冠，呢個小朋友邊個嚟嘅？食雪糕啊，好開心啊！哇，有 extra large 喺幼稚園，好正啊！哇，嗰邊啊，其實唔係咁靚喎，對面啲工廠啊、船倉啊咁樣嘅啫喎，係咯。即係嗱，嗰邊睇清楚啊，大家。咁啊，工廠船倉啦，有啲風電塔啦，然之後嗰度有煙通工廠啦，喺嗰度有架水上飛機喎。然之後咧，阿米人魚就喺呢度啦。哇，幾多人喺度打卡，賣唔到去啊，基本上已經係。